哎，真可惜。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。既然领受了丰饶的恩赐，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祝福吧。列位恩公，容我重新介绍。别藏了，把真正的模样亮出来吧。你小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你身后这位可是身犯十恶逆，叛出仙州，掀起大乱，被勇士放逐的罪人，十名龙尊隐月君。潜入仙州的只有猎手了。既然如此，只能将你和他一同拿下，交由将军裁断。思念心海解放，万军雷霆的巨响，永恒知道，如果把仙州将军变成一名虚子，罗浮会不会再来一次内陆？这样的毁灭比较有趣呢。你还想？将军，但我失去的不过是个随手捏制的肉身，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仙州的毁灭之日就要到了。走吧，毁灭的小卒子，告诉军团，云烈的复仇必将来临。Thank you.